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什么是命？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予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。阿宏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一定输定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，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予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阿咱这朋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一个到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第二这个单元哦，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咱这个电话永远是和董树林重庆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过来看政治新闻吼。那么立院要求无拘束力啦。那么执政组照常运作，这是联合新闻网2013年10月2日早起时2:47发布。那么立法院司法以及到法制委员会。前天通过临时的这个提案，要求执政组停止办案，以及到停分新案呢。那么执政组认为讲，这干那是委员会通过的这个临时提案，无拘束力，吼，决定业务照常啊来运作，遭受到。予人讲的时阵，安尼啊，人权吼，监听执政组表示了，静候法务部的这个调查，不便表示意见。执政组代理发言人张进芳昨表示，执政组无停分案，吼，无停
分新案，检察官继续办案，业务照常运作。最高检察署高层官员曾表示的，若要爱特侦组停止办案，啊，甲停分新案吼，必须立法院院会三读啊来通过，或者是讲修改法院组织法。第63条废除特侦组才会使。法务部官员嘛持相同的这个看法，认为讲立法院司法以及着法制委员会通过这个提案，对特侦组无约束力啦，啊。那么至于特侦组就是。人讲的孙安尼，人权监听无发现控制控九七二电话是立法院小总机，以及着监听录到康碑大顶，原因是毋是讲伊调查清楚？那么，这个我之前嘛有看到这个新闻啦，吼、哦，伊是咧讲的时阵呢，哦，伊咧过税啦，先去录到这个康贝，人有提出，吼、哦，提出的时阵呢，改税啊，对不对？你都大家都不爱相信啊，那话多。那么，孙啊，张正芳伊伫咧讲啦，前后法务部调查啦，无表示意见啦，吼、哦，即卖你要知影，加讲是加错的啦，对不对？无讲都无错啦，你讲对不对啦？即卖就是拢安尼哩。那么，根据民间司改团体长批评立法院，要求特侦组停止。办案也这个临时提案，关键是空炮弹呐，无法律的这个效力。那么立法院授予注意，要求检察机关停止办案，以违反权力分立啊。那么司法人权促进会理事长杨芬华伫个讲，特侦组是依据《法院组织法》第63(1)(1)的这个设立，在法律无修改之前，立法院委员会以临时提案决议方式停止特侦组的这个办案，根本是。干预到这个政府机关的这个运作啦。那么，立委行使职权完全无考虑权力分立的这个原则，大开民主的这个倒车啦。你要看，都乱七八糟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无按照法制啊，我高兴安怎就高兴安怎，所以恁的国家你也看。乱七八糟啦，啊，就安尼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我看吼，换国旗啊啦，我看换国旗啊，大家才会甘愿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不然安怎么乱？啊，乱人讲什么啊？你敢知？啊？人讲的时阵啊，放什么？放贺相争哟，啊，渔翁得利啊，就是安尼生啊，是不是啊？就去乱啊，就去乱啊。讲只迄落，那阿强阿公较紧个啊，炮弹弄来啊，啊，迄阵啊，迄阵你就知死啊啦，吼，对不对？咪搁点么乱啊，啊，好，来，咱就到广告才结束，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，阿红，你说不同，再见，拜拜。